谢谢那个李鸿金委员。好，那么我们所有党团的成员都已经到协商的会场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开会。那么这一次我们是针对本院行使审计长人事同意权案的相关事宜，因为审计长的任期到9月30日结束，10月1日必须在这之前产生审计长。那么在过去102年6年前6年一任嘛也是9月26日星期四召开全院的委员会来审查审计长的同意权的一个咨询。那么9月27日也是行使同意权的一个投票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征求各党团的意见，这一次审计长的人事同意权要不要比照6年前？我们同样在9月26日星期四召开全院委员会的审查，然后9月27日上午是院会的总咨询，我们利用下午的时间来进行同意权的投票。我们现在针对这样的议案，请各党团表示意见。好，来，请。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哈，审计长这是规定在宪法104条嘛，但是改，也就是说现任这个林审计长也是一样哈，这个时间跟呢算是很巧合了，也是压到最后。就是说6年前刚好是26日全院委员会，27日投票嘛，那我们就是今天总执行似乎有点问题嘛，那总执行也是，然后也是说这个行政长宪法征召条文第3条所规定的，要向立法院报告。那另外这些行政法也是一样，就开议一个月内都是压在这，已经都是不处理不行了，所以是不是早上总执行，下午同意权嘛？那但是这些大家，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家一起来面对要处理的，是不是24日程序委员会那天也要把这个程序委员会也要把这个议程也排上去，大家一起讲定，这样就没有什么变数了24日程序委员会也要把当天招委不管哪一党一定要交代清楚。好来，请曾委院长。各位同仁大家好，有关本院要行使审计长人事同意权的部分大家很清楚，这10月1日旧的审计长要退任，那新的审计长要接任。其实这个事情执政党应该很清楚了，早就要送来了，才不会搞得这么这个还要变更议程那耽误这个总质询。所以基本上执政党的作业其实有点慌乱了，照您知道他10月1日要退嘛，所以应该提早送来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因为审计长他比较中性，所以真正要来行同意权，国民党会来配合。不过要求以后不要再类似发生的情况，你早就知道他10月1日旧审计长要退职嘛，所以应该提早作业。谢谢。好，因为我们今天才开议才有办法讨论审计长的时间呐，所以其实审计长的同意权的人事案他们早就送过来，不过是我们休会没有办法来处理，所以一定要经过协商安排时间。审计长诚如曾委员讲，比较中性大家比较不会有意见程序顺利就好了好，来，那国昌委员跟洪金委员，我没有意见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好了，我们就这样子，我就宣读一下总统知情本院行使审计长陈瑞敏被提名人同意权案
定于9月26日星期四召开全院委员会审查，先由审计长被提名人列席说明20分钟后，由民进党党团推派12人，国民党党团推派6人，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进行询答，未参加党团委员得优先发言。那么，均采即问即答的方式，每位委员询答时间为15分钟，询答顺序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。各党团推派名单，请于9月25日星期三中午12时前。好，来，没关系，来。所以按照这样讲，就是我们跟亲民党各一个人，然后只有15分钟。那如果你们要2个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讨论，没关系的。好，就给我们30分钟，我们1个还2个，我们自己决定嘛。好啦，这样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吧？那个曾委好不好？那国民党呢？啊，国民党你们拜托个，你已经6个人啊，两个人哦，2个够了，可以了。OK， 可以。要整一下，可以了哈。OK， 那这样子了哦，我们推派2人啦、啊、哦，时代力量里亲民党党的各推派2人啦、啊。两人，但是你要派一个人，我们也不反对了，就各推派2人，好、哦，好、哦、啊，2人，如果你们一个人要30分钟，我们也可以同意了，啊，那个什么，那么改2人了啊、哦，这个重新打一下，赶快打，好、哦，啊，后面2人进行新打，有一个挂幅，如推派1人，30分钟亦可，好、哦，后面要一个挂幅啊、哦，然后，那第二。各党团同意定于9月27日星期五院会下午20:30进行审计长人事同意全案的投票表决。还有一个第三哦，第三就是定于9月24日的程序委员会将上诉程序排入程序委员会。院长，好、哦，这个第二点哈、哦，各党团同意27日下午。进行同时投票嘛？对。那我刚才有提到，就是说总执行也是法定，也是最后一天的，所以上午进行施政总执行。那个本来就排了，本来就应该的、啊，那个不必定在这。啊？你28，你把写清楚。上午那个已经今天就开议，就是总执行了、那个不会有问题。那上午要总执行了、啊。对，那上午就是总、啊，本来就是排总执行、啊。你这个程序委员会啊。第三点要写24日的程序委员会将上述的议程排入，所以你要加，然后第四，上开行使同意权投票时，由各党团推派1人担任投开票监察员，并设置圈票处4个，票轨2个，其余相关投票事务工作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。哎，总执行院长。怎么挨着27呢？是就是27要3。
那我们的协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就啊，谢谢啊。